好意思，烧水耽误了点时间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哎，我先放在这边。水是吧？放，对对对对，放到旁边，放到旁边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坐嘛，坐嘛，坐嘛，坐坐坐坐。啊，把门反锁一下，好吧？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刚刚跟阿总聊了一些事情啊，聊了一些事情啊。那。这样，你把手机放旁边吧。嗯，你看我都没拿手机，好吧？放旁边。行，对对对，好，也为了保护你嘛，好不好？嗯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刚讲他公司有很多产业，我想问一下，他的核心产业是什么？因为我刚刚进来之后，我看到不管是在办公室，后面东西应该还没有来得及拿，啊，全都是一些比较珍贵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他这个公司的核心产业是什么？这个公司它的核心是珠宝。就是那你知道赵雅芝吗？嗯，他经常就是从我们公司去租借这些东西，去出席那个红毯，参加一些发布会什么的。嗯，还有就是有很多一些珠宝商，他们的进货渠道都是我们。嗯，对，所以说你这边，哎，我想珠宝就是带的东西是吧？就是对，就是那些首饰。嗯，我想说一句话，既然你请我过来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讲的就像跟我在聊天一样，知道吗？对我来讲没有太多的价值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帮你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情，以至于让你感觉到我能帮到你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所以你要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跟赵总他们之前一起做了一些事情？是不是？你要给我讲实话，不要说没。有没有？不然你让我过来干嘛呢？我说实话，沈总，因为我这跟了他两年，对吧？多多少少都会参与到一些事情的。你如果但是核心的，我是真的没有接触过。你打住！你为什么刚刚不讲呢？你刚刚一直进来跟我讲的是你是山村里的，你还年轻，但你为什么避重就轻呢？因为那不是我自己心里想的。是吧？我跟你说了，他拍了一些不好的照片。你这样，你家里都有兄弟姐妹对不对？有吗？有。父母都还在吗？在。嗯。你说这个事情，我肯定不想让他们知道，对吧？也就是。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也就是其实你这次找我过来，先讲了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一些过往的情况。然后你的真实想法是想让我帮你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而你确定你是没有接触到核心的区域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确定。如果你要不确定的话，一旦被我知道了你接触了核心的，我跟你讲，没人能够帮得了你。我确定。但是还有一句话，哪怕你涉足再深，如果真的发展到一定程度，你能够真实的告诉我一些情况，关于赵总所有的一切，我也可以帮你。你应该知道我有这个能力，沈总。如果说你真的能帮我，我愿意配合你。这个就是我要问的重点，怎么配合？你要表现出你的诚意，你知道多少你都要告诉我。你如果但凡有一点隐私被我查出来了，那相当于是你现在在浪费我的时间，知道吗？我就会把矛头指向你，因为我认识你了，你不给我联系，我不认识你。那这样，他这边还有一个保险柜，不是，他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带密码的箱子。他东西都还没来得及，因为这个公司他不是怎么经常过来，他还没来得及去拿走。我带你去看一下，怎么样？你意思他走得比较匆忙？对。然后你也不敢动这些东西？我这并不是我的东西。那我知道你的个真实想法了，说白了，你之前跟赵总多多少少是有些联系的。你现在怕了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不是怕了？我是。你为什么怕？因为我查过你，我去搜过的，查过资料，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我确确实实我也是想脱离这个困境，我也想请你能帮助我，帮我摆脱这个事情。也就是你还在为自身去考虑，你还年轻是吧？对。然后你这种事情可能别人还帮不了你，
当地也没人帮你，所以我过来了之后你就联系到我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是，我不想再为虎作伥了。嗯，不要激动啊，那没问题，只要你据实跟我讲，我会顺带的把所有的东西全部给你们弄清楚，好吧？如果所以你要保证你给我说的每一字每句，因为我这边是有记录的，好不好？我这边是有记录的。嗯嗯嗯。如果你要是所言都有虚的，你属于自己挖，自己跳，好吧？你只要听过我，你就知道我的手段，我是不爱笑的，啊，好吧？好。啊，你放心。那你这样，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，离这里远不远？不远，就在隔壁的，走几步路就到了。行，你尽管放心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现在楼下已经有我安排的，好吧？嗯。啊，你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已经被我去屏蔽掉了，你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行。你有什么给我说什么，有什么给我看什么。把证拿下吗？我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赵总他的所作所为，能够掌握到的，你就提供给我，好不好？嗯嗯。啊，好。行，那我们去看一看。来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要不要看？啊，你们要不要看？看这个姑娘讲的到底好不好？啊，看的口音，家人们，嗯，要不要？全是正能量，挺好。嗯，我们看一看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为什么他会找到我？啊，对不对？小姑娘，说真的，我只想讲一句话，你就是说实在的，你就是想给我拉一个投名状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但是我希望你的投名状越多越好。好吧，不要藏着掖着，好不好？只要你能帮到我，这个你放心。嗯，那行，既然在隔壁就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走。来这边跟我走。嗯、哎，你先出去，你先出去，好吧？啊、哎，你先出去。嗯。你来都来了，都帮帮这个姑娘吧，我感觉。帮一帮吗？对。帮一帮就先看一下她所提供的东西和她所知道的信息是否是真。你不能说见一个人帮一个人，知道吗？现在我是在稳着他，同时在告诉他，我知道不能说任何的一些虚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啊，我感觉他挺那个。不要讲话，对。嗯，好。家人们，我们一直打正能量，好不好？我们一直打正能量。阿紫太傻了。就在这个房间。这么隐秘吗？因为这个东西不是。嗯。这个你们也都知道，这个不是都能看到的。你是在顾虑什么东西吗？我，沈总，我希望你真的，我希望我在开这个之后，你真的能帮我。你放心啊，你放心，你应该知道我的一个能力和我的为人，我是做什么的，好不好？我既然敢来，你只要敢讲。你的所有一切我都给你打正能量，家人们，守好。因为沈总，说实话，我打开这个我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这个什么装到里面吗？这东西这么大一个东西太重了，还没弄不走是吧？对对对、嗯。行，你打开放心，好吧？我承诺你的东西我可以办到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。哇。可以照一下的吗？这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？一摞一摞的，这我照一下下。叔叔阿姨们，别啊，这个应该不能照吧？嗯，但是不照了，我怕等一下那个因为太难好多那个有叔叔阿姨想看的吗？这个、嗯，有这个，所以应该不能照。不能照。就要不拿那些能照的出来吧。咱们晃一眼吧，晃一眼就好了，晃一眼，只有一秒，一秒钟。应该、对那秒钟那就怀疑、打正能量家人吗？怀疑，看到没？哦，看到了家人们，看到了没家人们？我怕就是不能行照到。嗯，可以，我看一下这个东西。叔叔阿姨哈，我就不给你们看了，好吧？我只能告诉你们，好吗？我拍打正能量，打正能量，我给你们拍个声音，几落来，几落。知道的，知道的，扣个一家吗？听到了吧？几落。他们看来很着急啊，而且这里面你知道看到没有？这个木子你应该知道，看一下看。
这可以，哎，阿准看一下吗？哦，不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我想让他们看到。这个不能看。好漂亮啊！走，我们先过去，先过去。嗯，行，可以，可以。对。走吧。好的，那个帅哥姐们，我们打正能量啊！我们一直都要懂得打正能量啊，姐们，表哥拿了一些过来了。对对，你们有的人知道了，你们有的人已经。懂了，懂是什么意思了，家人们？懂了的话就不要打出来，知道吗？我们要打正能量，家人们。懂了就不要打出来了，就打正能量。对，我们放在心里面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我表哥也拍给你们那个声音，你们听到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很多很多，知道吧？姑娘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已经看到了，就是可以断定的是他走的比较匆忙，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一下，对，打正能量，家人们，对，然后把账再点起来，把账再点起来，我们要那个。行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哥哥姐姐们，目前是这样的哈，我刚才也看了一些东西，你们也听到声音了啊，我就快速的去给你们讲一下，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目前来讲，姑娘，我对你的印象还是比较好啊，为什么呢？首先，你能够把这么的一个东西，你没有自己。去占为己有，我认为你还是有一个底线的。嗯，这些东西不是你的，如果你要占为己有了，或者是你不找到我，你可能会摊上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赵总是什么人，你应该清楚，是对不对？对，他平常都不会给你这些东西看吧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因为他走得比较匆忙，你才能看到这些东西。如果你要是得到了这些东西，我跟你讲，你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坑跳进去了。嗯，所以你让我看到这些东西，我跟你讲，你做对了第一步，好不好？然后目前来讲，我对你的印象比较好。嗯，讲实话啊，很多叔叔阿姨，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？啊，你们知道什么东西？很多东西我跟你讲，就是几摞几摞的，而且这个东西来，你看阿紫。我真的好漂亮，看到没有？这是真的吗？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哈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讲这个。来，虽然说我不是很懂，但是我也略知一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真什么珠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我就不给你们讲了，好不好？全是一套一套的，我看着做得很精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当然我不知道真假哈。这都是南海那边的。嗯，但是我，你们光说的话肯定不知道是真假，知道吗？我是不知道真假的，知道吗？啊。打正能量家人们，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对对对，有些人猜对了，有些人猜对了。但是呢，家人们，你们猜的东西那里面都有，但是呢，打正能量，但是我们拿出来的东西，可能是他走的比较匆忙，他只拿了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一些东西他是没拿走的，而且我估计他没拿走的还有很多，所以我要给你讲一下，好吗？对，啊，所以我要给你讲一下，如果你要是知道的什么东西，你一定知道吗？要全部说出来。好不好啊？那里面家人们什么都有哦。家人们想不想看我拿的其中一个是什么东西？好不好？我只拿了其中一个，想不想看啊？我看很多人都说，有打了很多啊。你们想不想看？哎，那个、什么什么都有。对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比你们说的那个黄的还要珍贵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，真假咱现在不知道啊。那里面也有哦。对，打正能量，帅哥姐们，我们要永远都记得打正能量。我们不只是这些，看是吧，家人们？很多，我不行，看的话就简单只能看一眼，好不好？简单只能看一眼啊，也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这个姑娘她现在起码能够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出来，她算。